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半舌夫妻频道，我是哈娜。在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今天要带你们来玩 Roblox， 然后这个呢是一张逃脱的地图，我们会被困在一个保龄球馆的里面，就是要想办法逃出去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里呢有很多双鞋子，可以买吗？看起来不行耶。这些烟是怎么回事啊？吼，我闻到味道了，好臭哦！这边呢有保龄球，那就先来投一颗来试试看吧。啊！我怎么变成保龄球了？啊！我要滚去哪里？我怎么脸朝地？摔得屁屁朝天的！都被你们看光了啦！这里是哪里呀？我看到有楼梯了，就先上去看看吧。看到门了，先进去看看吧。吐司蛋速度比我还快，已经在里面了。先踩一下这里的记录点，这里踩到这个板子是会死掉的哦，要特别小心。这里呢就一路小心的走过去，然后你们要注意哦，有没有看到啊？下面是岩浆哦，摔下去啊会被烧死哦，超恐怖的。又有人在这里等我了。大家速度为什么都这么快啊？然后这关下面的岩浆呢变成绿色咯，看起来有点诡异。这里呢就是一路把它跳过去吧。这边碰到这个绿色板子会死掉，这里呢我死超多次的，非常的难跳。然后这里呢会出现绿色的圆点，不能碰到哦。这关就比较简单了，不要冲太快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看到门咯。这里的间隔啊还蛮大的，所以跳的时候要小心。被烧死了，就继续跳吧。这边真的超刺激的，因为很高，要跳下去的点啊要看到再跳。然后呢就出来咯。我的神猫呢已经在这里等我了，他说要避开这个无敌大红脸。好，赶快跑吧，这边有一个洞，先躲一下，先让大红脸过，然后呢再让大红脸过第二次，因为这边我死超多次的。后来我发现啊要让这个大红脸过两次的速度才可以走到对面去。好，他过咯，我们就冲吧。用跑的会太慢哦，这里要用跳的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到对面的洞里面去了。然后先不要急着跑哦，一样我们要让大红脸再过一次。好，他过咯，赶快赶快，这里呢也是要用跳的。然后就进去这个洞里面，开门进去吧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到下一关咯。这关呢就比前面的简单，因为至少下面没有那些恐怖的岩浆。走吧，里面的东西超巨大的。我掉到一台里面都是钱的机台，这些钱我可以带走吗？看来不行。我看到桥了，这关碰到这个蓝色板子会死掉，也是要非常的小心跳。好，过关咯，这个黄色板子会加速，就冲吧。
很像马里奥的加速吧。这个我觉得超好玩的，不过呢也是要很小心，因为它中间有空格会掉下去，千万不要冲过头了哦。然后就又到了另一个机台，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夹娃娃机，我们要跳到这个洞里面，然后要注意这边呢要跳到这个保龄球的上面哦，跳到旁边是会死掉的。这里呢就一路走过去。喜欢玩跑酷的啊，我非常推荐你来这个地图挑战看看咯。大家都知道我跑酷不强，所以呢影片示范都是我死掉 N 次以上才成功的，分享给你们咯。那像这里呢不用跳的，就一路爬上去，这里呢就可以稍微让我们喘一口气了。这边有红色的记录点，记得要去按哦。那我们就继续跳吧。这里有洞，那我们就爬上去，这样子呢就成功逃脱咯。非常的刺激，非常的有趣。大家有玩过这个地图吗？可以留言跟我说。喜欢请帮我按一个赞，路过请记得订阅咯。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